每一次都是你赢，让我一次可以吗？好啊，比利，那就让你先死吧。不过胜哥，你现在车技是越来越好了，追不上你的现在。没有啦。那是当然啦。我告诉你，我们胜哥现在的车技是越来越老道啦。胜哥，跟你说个事情啊。你要借钱啊？不是，要借什么钱？我告诉你 ，Miki 跟我说他喜欢你呀、啊。喂，是不是真的？喂，森哥，辣妹哦。是啊，森哥，你刚才没看到啊？你开车的时候啊 ，Miki 的口水啊都掉到地上去啦。真的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OK 的啦 ，OK 啦 ，OK 啦。哎，傻弟，那些钱是？哎，有钱有没有？对哦，走开，走开。哎我是 gay 的吗？哦，大哥，你是 gay 吗？哎，你许了什么愿？啊，出来混，你走出路平安啦，最好赚多点钱。最好每天都中六合彩，哇！每天超多钱，我超多牛，有牛铺的床，我有牛铺的被子，归我地管。上次那个回来真的赚了不少啊。哎，你呢？我希望我的兄弟愿望成真。哇，谢谢大哥。还有，不要再脑残。啊，对对对，喂，什么都不要再脑残了啊。哇，你这个我来哎呀，走吧走吧走吧，真是。这一台哪一台都可以，这一台啊，好不好啊？滚！哎，就那台，你看。快下来下来，有人来闹事了，快点！喂，出事了出事了！上飞，操！招死啊！用力点，操！
案子不是了，不完蛋。姐，什么时候跟着放？现在就是队伍。啊，这份歌。孙二，待会喝酒。这个给阿公的。好，去找狼爷，待会两兄弟好好喝一杯。OK。这么乱，怎么了？尚飞带人来砸场了。操！几个人？十来个。臭家伙！哇！三弟，你来了嘿，只无记做你囝了，教我注意。公鸡有夹，小鸡必争，唔好，好。好生人，父母相传。好的，那个，那个姐。好，那个。抱歉啊，大家，我来晚了。嗯，好，来爷，三七哥，来爷，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了。来，拿着。好的，老大。嗯，请坐。大家好啊。那这么久，终于人都齐了。来。我们大家一起举杯，我们敬南爷一杯，来，祝南爷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一杯。走，讲谢。出去！干！操你妈！上飞，你找我场子啊？干嘛？干什么？妈！出去！来啊！死是吧？干啥？在干嘛啊？这是死定了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里面什么人啊？别那么冲动好不好？我管他什么人！你看看兄弟们，他们打我！对，森哥，你看，你以为我真的不知道吗？啊？知道什么？你是大哥吗？他们砸我场子，我非干死他！用脑袋啊！你知道我们一出手，就是帮了尚飞一把，懂吗？啊！Thank you.
生气啊？我这是为了您好，您做大事要沉得住气。沉得住气，做大事，我又不是你，兄弟辈的，还能开开心心跟人家吃饭聊天，开心啊！做大事的是你，是我，那什么办法？你觉得用拳头可以解决问题吗？我们要用脑袋啊！啪啪啪！神经。嗯。干嘛？你的金妹都在在做你。OK OK， 看我对。好。我操！看我。懂不懂艺术啊？对。拍那个腿，好 OK， 那个屁股。上来，上来。
嘉哥，给我拍几张屌的。屌的？好好。我去，他。好好 ，OK， 美女来。对，好来，美女看我，对，好，保持住，好来，看我镜头，对，换个姿势，小伸长一点，换个姿势再拍。OK， 来，继续，来看我 ，OK。哎，脱了衣服再拍。脱了。对啊。我是收了钱，但没有说要全裸。傻草命啊！不老子拍个毛呢？哼！做梦！你干嘛？你们干嘛？放开我！喂喂喂，放开！我是鬼鬼，多少钱？脱！脱！干嘛，大牙哥，兴师动众的？不是随便拍吗？是啊，这样还不算随便拍，你看长得多随便。脱了再拍啊！脱了再拍，这样还不算脱 ？Come on man， 什么才叫脱？咱们昨天晚上是不是说好的，脱了才有这个价格的呀？是啊。那他妈现在耍我是不是？是啊，对对对。要跑呀！爸，要不别打了。哇！快进！知道有个著名诗人莎士比亚曾经说过，拍照只有拍裸的才叫艺术，你懂吗？莎士比亚好像没有说过这句话哦。王八蛋骗子，贱卖命。
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件衣服。啊，不不啊啊！不要打脸，不要打脸，我要打电话。记住我海鸥，大哥陈浩生。不服的话，约你啊 ，Kirin 来见我，三小时后见。操！是，跟我走。老大有事，大家跟我一起走。喂，喂，少说话嘛，小子！卖人家浪荒啦！就这么少人啊？嗯？
算吧。我算吧。喂喂喂，这么大的礼物，变色的丁香仙。待会你就知道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现在我们最热烈、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我们的三个好不好？三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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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拆礼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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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拆礼物。你看啊，有钱有厚有脸蛋，哇、哦！像就这样，就这样，这都是我的主意，不关他的事。就是嘛，你看，非常弄惨雷妹。操，再说一遍。啊，别吵了，那去喝酒，开心点啊。今天是浩神的生日，大家都这么开心，干杯啊！来喝酒，谢东哥。啊，我们一起唱歌，干杯，我们的生日好不好？快乐啊！啊，浩森啊，现在你的名字这么红，整个潮汕地区玩势力最大的人就是你。喂，来我今天了。不过我今天来，你是寿星公，你的生日我不是来找你的信的，我是要来提醒你。小心大爷他们那帮人，上次你们把事搞得那么大，我怕他是来告仇，你要小心点。不过我呢，安排了很多眼线在他们身边，你放心，我会看紧他们，我也会站你这边，给你撑腰，好吧？好。浩森，我跟你讲啊，不出两。这地区全部都是你一个人陈浩森的，我说的好，有我就有你，我们一起打天下，好，好吧，有我有你。我说阿生啊，你们哥几个这是玩哪出啊？这是去拍电影的吧？哎，别演戏。前几天在新街口跟一个叫陈浩森的一个小子约架，他叫了一大帮子被打。生哥，人在江湖飘，谁能不挨刀？你小子以前还被打的少吗？啊，手下带了这么多人，都是残废的。就是啊，你看现在不残废都变残废了，还有大帮兄弟躺在医院呢。师爷，你看我现在手头有点紧。你小子找我啊，
哥没什么好事儿。拿着吧，师爷，你看我这么多兄弟，伤得这么重，才这么点钱，嫌多是吧？别，师爷别，那不客气，谢谢师爷，谢谢师爷。好了，你们几个先回去养伤吧，剩下的事我来解决。去，记得听话哦。我要陈浩森所有的底。小马，第几次了？你又偷钱了？我不录了。疯！我不，我去手机不给打的。啊！呜！啊！疯了！疯！我都疯！啊！我这鞋不会上山要找二姐。呜！哇！买球鞋啊！山有草，山有草，山有草，不会山有草，啊？你刚刚是哪一只手偷钱？我不录呢，我录呢。右手对吗？不明，我不录。行了，报告，走吧。搞定他。我不。麦，森哥说搞定。来，安装着，叫他。我晃这么大了，好吧？用这个。上。麦。看你他妈敢不敢。你听我说，这一次我就给你阿妈面子，放过你。我不敢。你爸爸妈妈走了那么多年，谁养大你的？啊？如果再有下一次让我看见你偷钱的话，我就砍死你。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你还真敢搞？嗨！知不知道？你看奶奶多疼你，好好做人，知不知道？走，长大了好好给阿娘嘛。跳舞。哎呀。超低。进去泡茶喝，等下就过来。好，叫你多练功，你不练功。今天就练到这里了，回去要继续练功啊！但是还要努力读书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
那好了，明天见。见。好了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比利，嘿，好好嘞。师傅，坐吧，坐吧。师傅，坐坐坐。师傅，请坐。师傅，这是进来的水。水放旁边。喝杯茶。你们现在红了、啊，我从街头到街尾都听到你们的事情啊。但是出来混要瞻前顾后，记住，人心险恶，江湖更险恶。知道了，师傅。知道了，师傅。知道了。你们两个臭小子干嘛？平时嘻嘻哈哈、吵吵闹闹的，今天这么安静了？我没事啊。还在骗我？没事？我可是从小看着你们穿着一条裤子长大的，我还不了解你们吗？啊，没事了，师傅，没什么事啊。兄弟就是兄弟，兄弟是要手牵手向前走的。兄弟是没有隔夜仇的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啊，没事了，师傅。打是亲，骂是爱嘛。你看我多爱他。对呀、啊，师傅，我也很爱他的。啊，你看没事了，师傅，没事了。哎呀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师傅，没事。啊，好了好了，坐坐坐坐坐。师傅，来。师爷，你让我们等你电话，要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管我老大是吧？拍过 AV 没有？信不信我抓你们两个去当男女主角啊？嘿，没大没小。打得好。哎，师爷，你先别笑。说打电话给我，是不是打错电话了？打到陈浩生那小子去，你知不知道他们就是前几天打我的那帮人？我麻烦你搞搞清楚，你们这几个小瘪三吃谁的喝谁的，清不清楚？啊？不就是打个电话吗？我随时可以打给你的。打。下要管好。什么？就是打个电话吗？我打，我现在就给你。我现在就在你旁边，你打屁呀、啊？当我傻 ？OK 啊。我现在出了这个门，马上。啊，好吗？你们坐，我先走了。大哥，你看，哇，这么豪华，这么多花。李老板，这位是浩森，这位是韩龙，二位，这位是我的老板李老板。您好，先生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？怕舞台过吃。不好意思，没有。那等空喽。要不吃点别的吧。是啊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而且是我们的见面礼。
当然，我还有一个事想请您帮个忙。三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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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一个，来。来啊，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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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先生，来来来，看你爸爸，哎，来，没礼貌，好，哎，飞宇啊，来，干一个，喂，思思，到这里干嘛？什么？大姐有时间出来玩，我不是找你。啊，走啊，他很烦的。烦就别看我呗，我又不是来找你，关你屁事。你知道吗？你就算脱光衣服啊，老大都不会上你呀、啊！好啊，我现在就脱给你看，看他上不上。脱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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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？人家是女孩子啊，你们好意思吗？跟我走，走啊，走！哦，没戏了，什么都没有。来，干一个，来，干嘛？出来，走！干什么？啊？说了是吧？走不走？这是我兄弟，看我兄弟，走！关你什么事？走不走？我不走！走不走？我走什么走啊？哎，还有。我已经不是那个女人了，告诉你，我昨晚已经上了她了，已经是她的女人了。操你！走开，走开，走开啊！现在跟着的人是你啊！走啊！陈浩生，咱们他妈以后不是兄弟！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你明明知道我跟他是兄弟，为什么这样做？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为什么你？难道你知道他怎么对我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他怎样对我吗？疯子，全都疯了！师哥，怎么回事？先生，请问需要喝点什么呢？嗯，有什么推荐？那就来一杯往事吧。好啊。再来三杯。老大，喝茶。这是什么茶？铁观音。观音？对啊，观音是女的，是拿来拜的，怎么可以拿来喝呢？哎呀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喝铁观音，为什么？我也搞不懂啊。小妹妹。你干嘛？不要怕。出来。还有怎样？要怎样吗？都怎样了？啊？我敢问你，我操你！敢问你们，我兄弟造啥？啊！啊！啊！
小孩子吗？好好当你的幼稚园老师，单纯点生活。乔林啊，你跟不了的。哦，对，兄弟真的重要。明白为什么 Mickey 说喜欢来海边的，听海风看日出还真浪漫。哎、hey, 你跟我浪漫有屁用啊，我又不是 Mickey。 去找他们，不要再烦我。嗯， Mickey 是好女孩来的。把这个丢给他。哎，好的。嗯，我现在给你个电话，罚你打给你男朋友。本来已经说好了每户50万的拆迁款，但是中间出了一个叫丧飞的人，他说没有每户200万我们是动不了那里的。说白了就是我们搞定丧飞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再跟那个李老板合作，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谈，直接开仗。啊，谁是奉陪？打，怕什么？打，就给你打他打打 打, 打, 打别吵，打什么？现在 Mickey 就在上飞那边，我们要用智能。怎么用啊？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做？好吧，尚飞每天会带着10余个兄弟
去跑步，这个时候通常会有十几个兄弟都会在他身边。妈，吃菜。到了中午，他就回家跟他妈妈一起吃午饭，吃完午饭就帮他洗碗、捶背、洗脚。晚上呢，尚飞就去他的出租屋里找他的老情人。这个时候，他的身边都会有四个小弟跟着他，你看着办喽。出来！金英！我靠！你会上飞的是不是啊？不是，我不认识这个人，不是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老大，有人找你！我不走大哥！我靠！你他妈骗我是不是？操！啊，很厉害是不是？喂，谁？我是陈浩森。陈浩森，我要劈死你个龟孙子！你这个家伙！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别碰我嘛！有什么事有种冲我来！请你过来一趟。妈的！浩森，你个王八蛋！
我陈浩森对天发誓，认王恩女士为干妈，丁飞为大哥。从今以后，重孝道，重情义。如果大哥不在，妈，养老送终的事就是我的事了。妈，请喝茶。妈，大哥，喝你个头啊！现在已经是好兄弟了，现在只剩下一条烂命了，你还配我？就算剩下一条烂命，我也要和你同归于尽。儿子，你走吧。妈，妈，求你啊，保护我妈起来。大哥，你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，老妈跟你弟弟我会照顾好，你走吧。这些钱是给你的，以后不要再回来。嗯，走。你给我记住，小心点哦。你看我骗你吧。过来啊，那边请，快点过来啊。过来，这次都进去啊。你哥你看吧，这么大了还害羞。 Vicky，好了好了，我们先到那边玩。干嘛？这包送给你。看到那么多个，没有生气的。对嘛？生气嘛？他做梦都在说你的名字啊！早就答应我哥啦。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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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一个。什么意思？陈浩森，这条路是你自己选择的。大舅，
全部带走。心都快要死掉，所以我选择相信，相信内心的勇气，相信道义能把胸前全部烧尽，让沸腾的血液全部都崩裂出来，所有热血的心全部都会与我同在。狂浪的黑夜上演爆裂的画面，所有烦躁找到宣泄，一直沸腾全场。所谓江湖道义不是随口一句兄弟，那是肝胆相照已经打拼的印记。我就是黑暗一种，